进来的朋友们，你们好啊！请用你们发财的小手啊，帮忙点点小红心。喜欢渔民生活的加关注。咱今天天气特别好，又开始出海起这个地笼啊！哇塞，这爆网了，八爪鱼、皮皮虾、大海螺都特别多啊！喜欢吃海鲜的朋友们加关注，一会直播赶海捞。进来 ，Hello， 朋友们啊！这听说海参啊遇到酱油啊会融化，咱们今天把家里唯一瓶酱油啊拿来看看啊。此视频就不要双击了。我怕上热门被发现了，嘿嘿！进来了朋友们，加一个关注吧，看我今晚深夜赶海了，感谢。来吧，兄弟姐妹们，今天咱在海边发现一个超萌、超可爱、超小的小河豚呢，我的妈的太小了，咱们给它比较一下啊，放在手指盖上还没个手指盖大呢，我的妈了，哎呦呦呦，生气了，生气了！你看这小肚子给它气的，嘿嘿，觉得可爱留下红心。从踏上快手这条路，我一直有个愿望。就是我的段子如果有100次播放量，有一个人给我点个红心，那该是多么美好的一件事啊。这是一条红色的蝾螈，百年难得一见，代表着吉祥安康。进来老铁随手点个红心，喜欢赶海加我关注，每天赶。哈喽朋友们，这曾经的网红章鱼哥啊，端瓶子绝对没谁了，咱们今天看看他这么小的瓶子他怎么进。哎呦我的妈嘞，这个章鱼哥为了端这个瓶子连他的吃奶的力气都用出来了，精华四现。进来的朋友们双加屏幕加一个关注，6点左右直播赶海捞。